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带您探索马六甲 Shankar Street 的美食天堂，时间大约在晚上7点到7点半，正值天黑之前。这个时候，街道上充满了诱人的美食和热闹的氛围。我们将为您展示一些独特而富有讽刺意味的马六甲美食，确保您在天黑之前能好好欣赏这一切。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味的旅程吧。在马六甲的 Shankar Street， 您会发现无数商店专门售卖当地的美食，真是琳琅满目。在今天的徒步游览中，我将带您逐一探访沿途的一些特色商店，以及街上最棒的美食区域。这里有新鲜的海鲜和各式各样的小吃，请确保您观看到最后，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并订阅，以便及时获取我们的新视频通知。接下来，我将保持安静，让您在这个美食天堂中尽情享受与当地人一起漫步和探索的独特体验。祝您观看愉快。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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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是客人在那边。来，这边来一个，来老板。不是，不是那边的。这两班，这两班。然后他什么还有兼做 ABC 吗？一米四，一米四那边。这个女的还是很漂亮。来，干吧干吧，阿萨玛萨米咖喱，阿米索。来，帮忙洗啊，帮忙洗，来，果冻，来，老板，好煎的吗？果冻冰箱，好煎啊，他，啊，好煎，有位坐的，有位坐的，来，帮忙洗啊，帮忙洗，果冻冰箱。在露天的位置啊，所以豪宅里面有冷气，有露天的位置让你们选。所以刚刚是我们的价格是一样，没有讲冷气的比较贵啊，没有冷气的位置，价钱不一样，没有讲冷气的比较贵啊。来，豪宅位置，豪宅没有冷气，价格是一样，没有讲冷气，这个价格。好了，收工。那个打包啊，打包。打包啊。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结束。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并订阅，以便及时获取我们的新视频通知。谢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Hello, my name is Tomorrow Morning.